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我也刚回来。苏科长，有犯人逃跑了。谁？ 别动！张副处长，怎么回事？张大和刘斌呢？没过来。对了，我们刚才下来的时候，外面枪声就开始响了。你们听到没有？听得挺响的，响半天了。是不是出什么事儿啊？
我去看看，我陪你去。你在这陪大伙儿，我自己去。 怎么就你一个人？不，还有呢。张副处长，你终于来了，把手里东西放下。张海峰。 你进白山馆和在白山馆做的一切，包括给我女儿治病，都是为了救这位大于先生，对吗？孙馆长明察秋毫，你可真行，连我都不知道白山馆的下面还有这么个地方。张海峰，你治好了我女儿的病。 我是真心的感谢你，但是抱歉，今天我还是不能让你再活着。是因为我知道小芳真正病因的秘密吗？对，知道了这个，就等于你知道了我的秘密，而我的秘密，只有死人才能知道。 跟灰衣社的秘密，和灰衣社有瓜葛，没什么了不起。10年前，因为灰衣社和李胜金的要挟，我做了一件。 是你，你就是王万成雪藏了十几年的杨子，所以我应该叫你一声孙叔叔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难怪你和小雨之间那么的扑朔迷离，那你就别怪孙叔叔心狠了，要怪。 只能怪你自己，知道的太多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的照顾小雨。对了，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，我把李胜金杀了，也算是替你的义父报了仇。孩子，走好，孙叔叔。 我也要告诉你一件事情。你说，当年王先生临终前嘱咐过我，不要为难你，所以我不会杀你。
张兰呢？我们出来的时候碰见了看守，皮爷为了救我牺牲了，张兰受了伤，落在了敌人手里。我们去救张兰吧。没有时间了。张副处长，张兰跟皮爷呢？张兰受伤被捕，皮爷被看守打死了。什么？走吧。那咱不管张兰了，来不及了，走。走啊！山洞距离发电机房最近的连接点，咱们花点时间打开这堵墙，很快就可以到达发电机房。张副处长，交给我们吧。来，干！兄弟们，起来起来，看我的！慢点吧，兄弟，没事吧？起来，来，咱奶奶的！等等。来，我已经安排防雨去找工具了。有吗？干吧！哎，兄弟们，干吧！干！哎，来！张兰分开的时候，他让我转告你一句话，他让我告诉你，你欠他的。快点，给他抱出去！起来，起来，走走，快！不行，走啊！你是这个劲头啊！不行，走啊！你快走啊！来不及了，放开他！快点！
朋友，但刘明义去哪儿了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接着打，是，照死里打，是。因为一个男人，谁？张海峰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王凌云为什么一直忘不掉张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比你有魅力。徐涛，再上电椅恐怕……抬上去。是。起来。
徐科长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孙馆长不见了！跟我走。是，走。 我的心愿，我就是要找到一个干净的男人。我发誓。 Hey.
徐科长，当时孙馆长就在这个位置，突然间人就不见了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明白了，这下面一定有个暗道经过。前两天跑了个防雨和刚刚消失的刘明义，都是从这儿下去的。不好了，徐科长，这海风失踪了！什么？我找遍了整个办公区。 和一零七牢房根本没有人，还有，冯进军也不见了，三号楼地下室修粪坑的人全都不见了，禁闭室的冯兵也失踪了。娘的，我明白了，这是一场有准备、有预谋的越狱。黄茂才，在，去配电室切断电源，停止白山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。是。 跟我走，是你们把这给我挖开，是掘地三尺也要把张海峰给我挖出来，快快快，哎，快点，快，哎，挖挖挖，快点，哎，挖仔细点啊，哎，小雅，哎，来了来了，小雅，哎，疼，我看看啊。 干什么呢？跟着想清福呢，犯人都跑光了。啊？怎么了，老秦？二号楼和三号楼的犯人都跑了。啊？快起来，跟我走。哎，小雅，小吴交给你了。嗯，等一下。王大夫，什么事儿？张海峰呢？在牢房吗？还说呢，我刚把他送回牢里，一会儿就不见了。这下事儿可大了，我先走了。 跟上，跟上！哎，
徐长官有令，关闭所有建筑，应急闸门，快！这愣着干什么？快呀！是。你们几个关那边。是。